好、哦，它这样放下去大概我、欸、你丢下去了呀、啊？对，我丢下去，我都通常你看有没有？像我们丢下去到现在大概30秒了，嗯，所以我一箱大概1分钟之内我就解决了，啊、哦，现在没有了嘛，嗯，哦、嗯要走远一点点。所以为什么我不要用那个大的，一直那个拿的到处人很危险。那你这一次有几克呢？啊？一次弄几克了？那一次我就跟你讲，我大概是4克左右嘛，看你的量。那一次用一箱而已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一次，因为我就讲，你他那个大只的有没有、嗯、提着，对人很不好。嗯。所以我为什么说？像这样，好、哦，我们这一箱大概没有了嘛，哈、哦，我挂进去，嗯，因为我们的量不多了，我不需要那么快啦。对。我养蜂，我不是要去跟他卖命啊，嗯、我干嘛要搞到那个？好、嗯、啊，那你现在还没到呀、啊？啊，现在开始才开始。对，那好，我现在，好，大概是4克的量了哈。哦嗯看好，现在看，倒进去，起码人不会那么多，人就可以离开。你用小火？对啊，就小火给它，不要一下子整个冲进去，冲得很快。我给它慢慢，然后里面蜜蜂会去扇，会去扇干嘛？整个就那个，起码你人不会再飘，人好像当仙一样站在那个草端气之中。嗯嗯嗯。哦，那我戴防护面具那种，就是可以减少很多这样。你看什么时候要结束了？哦，像现在已经结束了。这么快？现在已经结束了。有没有？嗯。已经没有了。啊、哦，才45秒，所以大概30秒，30秒我拿过来一箱，大概1分多钟。